当你点了一个李成银当虚拟男友，你真会李狗子的声音啊。有那么一点像吧。我的父亲是当今的圣上，我的母亲是当今的皇后，我是李朝的五皇子李成银。我操，还真有那狗子感觉。都说我是狗子，那我倒问问，我哪里狗了？你还不狗啊？我看电视剧的时候，我恨不得魂穿女主扇你几巴掌，好吧？你敢来，我就灭你全族。哎，太狠了！我果然还是喜欢顾小五。又是顾小五是吧？我们之间除了顾小五就没有别的话了吗？哎，我操！你咋突然就这么入戏了？我相信你也不会忘了，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美好的事情，难道那些都是假的吗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心里磕着了都。哎，你来一个，就插固件的那段，我让你看着他死。来一个。过来，我要让你看着。你不是喜欢他吗？我要让你看着他死。我操，